到这种防守该怎么办？当遇到这样的防守的时候啊，你首先要把你的球放到你的胸前上或者下，当他来手指戳你的时候，你就要用你的肘来打击他。来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如果他要很近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挥肘来避免对方来用手戳你的身体，进而寻找机会突破，形成正常的进攻得分。你可以学会吗？